朴恩智，出生于1989年8月11日的韩国，以其迷人的童颜和完美身材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粉丝的喜爱，被誉为南韩童颜女神。她身高160厘米，体重40公斤，三围为82-56-84。朴恩智不仅在社交媒体上活跃，还涉足模特、演员和 DJ 等多个领域，成为了韩国备受瞩目的人物。初中二年级时，朴恩智曾计划前往美国密歇根州作为一年左右的交换学生，但后来决定留在美国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。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，获得了会计学士学位，并取得了美国注册会计师 CPA 的资格。回到韩国后，朴恩智在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一段时间，但他始终无法抛弃成为模特和演员的梦想，因此他决定离职，并开始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。他的影片以 DJ 音乐视频为主，但最广受欢迎的是他的穿搭造型视频，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是2020年9月发布的，至2023年底已累积超过1700万次观看。朴恩智不仅精通朝鲜语，还能流利地使用英语。他经常在视频中展示出优美的身材和迷人的姿态，而这些视频都是由他的妹妹拍摄的，这让他可以自信地展示各种不同的风格。2022年，朴恩智在日本正式展开了他的演艺活动，并于6月19日在东京秋叶原无线电会馆举办了他在日本的首次公开活动。你们对他有好感吗？